大学的小麦。就是我们所有说的话，那么它可以作为一个文字进行一个投屏，转换成一个文字进行一个投屏。然后的话呢，另外一个的话呢，就是说它转换成文字投屏了以后，然后在会后它可以把它进行一个实时的输出一个文字型的 Word 文档，来方便我们会议的一个记录。那它如果说出现了这个文字错误的话，我们要如何进行修改纠正？文字错误有两种方式，一种方式的话呢，在本机上来进行一个修改的话，它可以实现一个文字和语音的一个对应，比如说我点到哪个文字，它对应的就会播放那一段语音。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拷出来以后了，我们手动的来进行一个 Word 文档的编辑了。那我们可以问他，比如说什么是人工智能呢？什么是人工智能？上挂屏幕就可能不打我。对，他会来告诉你说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。自动问答系统。对，自动问答系统。当然我们还可以问他什么，可以帮我找专家呀之类的一些功能。你叫啥名字？清华大学的小麦，我可以帮您找科技专家。